据影响者分析媒体频道 Hype Others 称， BTS 的 V 再次证明了他在美国的巨大人气，在2022年美国1000名最具影响力影响者中排名，比上周上升一位，并攀升至第四位，而且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0位影响者中排名第六。 V 不仅是 K-POP 明星，还是全球明星。 V 尽管在出道时没有被指定为 BTS 的官方视觉职位，但 V 无疑已成为迄今为止所有 K-POP 中最受认可和谈论的视觉效果之一。对此有网友表示，当我去美国寄宿家庭的时候，我问了当地的朋友，他说 V 有一种独特的亚洲感觉，很多美国人觉得 V 就是帅气的存在。而且数据确实证明了金泰亨受到了普遍的喜爱，他目前是过去十年谷歌最帅男人搜索词相关的第一人，他给韩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自豪感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认可，也在逐步确立自己作为文化偶像的地位。大家觉得 V 帅不帅气呢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